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星妖星，今天我要来讲五个我最不擅长的事情。第一个，我超不擅长的东西就是喝酒。酒对我来说，什么酒都是一样，我一喝完就会全身都是痛，然后痒，然后想睡觉。对。第二个我不擅长的东西就是在舞台上装酷。每次我看到我朋友在下面或是粉丝在弄我，然后我就会偷笑，因为那首歌是要很酷或是悲伤的，但是我就会偷笑。第三个我不擅长的东西就是跳舞，我是完全不会跳舞的人。然后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在舞台上面，我的歌在那边应该要动一下，但是我都不会动，因为我就是不会。第四个我最不擅长的东西就是熬夜。如果在家的话，大概两点多就是这个 limit 了。但是我在街上的话，11点多我就超想冲回家睡觉。第五个，最后一样，我最不擅长的东西就是接东西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丢东西给我，我是接不了，然后会用脸去接这样。